变成这样子了。瓢虫宝宝身体长长的，和长大后的瓢虫不一样哦。哦，原来是瓢虫宝宝小的时候啊。但是你看，宝宝这里有一个字，你刚刚念对了，这个字是什么？长。长，对，这个字是长，但是也可以念长，长大的长，就是长长的长。宝宝，一个字可以念两个音的时候，我们叫它是什么字？破音字，因为这个音可以破掉变成两半。再说一遍，破。破。对，破掉的破。宝宝妈妈要把警察局丢掉了，赶快过来坐好。说破音字。破音字。好，你看他说，瓢虫宝宝身体怎么样？对，身体长长的，和什么？和长大，有没有？这里面长长的，和长大后的瓢虫不一样。对，好棒！好了，瓢虫生下来成只狗狗，然后呢，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哦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过一段时间，你看，在这里，瓢，宝宝看这里，瓢，瓢，瓢虫，宝宝，草，瓜，草。你看下个字，大，大了。好棒。会变成蛹，蛹呢就是一个壳子，你看它会变成这样一个壳子，它都躲在壳子里面，它躲在壳子里面，然后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往哪里去？去看哪一个图？然后到这里，好了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刚刚那个蛹，瓢虫住的壳子，对不对？瓢虫长大了以后就从壳子里面跑出来，这个就是快要长大的瓢虫咯。对，来，你看，来，刚从蛹里钻出来的瓢虫，翅是这是连这里的对，在这里了，对，在这里，你看好了，你看瓢虫从蛹里面出来了，它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，或纹，对，瓢虫从蛹里面跑出来的时候，翅膀上面有没有花纹？没，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对，因为它还在继续长大。好了，你看到这里，等，等，到这里，等。等什么？翅膀。翅膀。等翅膀。干了。了。翅。翅膀。翅膀。上。上。的。斑。斑。纹。纹。就会慢出去。对哦，原来它从蛹出来的时候身上还湿湿的，对不对？等翅膀干了以后怎么样？慢慢就有花纹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呢？哇，变成六条，对，变成漂亮的六条瓢虫。为什么叫六条？我们数数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可能因为它身上有六条纹路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它要说条呢？对不对？啊。
那为什么它要说条呢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对。让你玩得高兴。是不想扫你的兴吧？好多不一样的瓢虫哦，来，你看宝宝，来，瓢，看这里，瓢，瓢，虫，瓢虫什么？那些瓢虫都长大了。这些全部都是长大的瓢虫，有各式各样的漂亮的瓢虫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说瓢虫的什么？瓢虫，看这里，家族大。集合，再念一遍来，瓢虫，看加什么？加什么？组大，大什么？大什么？大集吗？和，对，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家瓢虫全部都聚在一起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瓢虫，对，六种不一样的瓢虫，对不对？我们下次再来看瓢虫的故事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今天老师要教我们什么呢？老师说不霸道霸。哎，宝宝，什么是报道？霸道？什么是霸道？想干什么一定要干，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做。宝宝，你是霸道的小宝宝吗？你霸道，你想做什么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做，对不对？可是霸道好不好？不好。对，假如说你跟 Christy 玩，你也很霸道， Christy 也很霸道，你们都想要照自己的意思，为什么？那会怎么样？那你们可以一起玩吗？你们就会互相不喜欢，因为你们都霸道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跟朋友在交往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让别人？对。Christy 想玩，你是不是要陪他玩？可是我也想要玩呢。那你玩一下，他玩一下，两个人轮流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给我玩。他不会不跟你玩，要轮流去